大猫，今天呢，我给大家讲讲博彩公司从上至下的结构，最后也会为大家分析一些已经被公诉的与电竞博彩相关的案例。别问我为什么这么久不更视频了，我也不知道。今天呢，视频比较长，可能要超过30分钟。视频的内容如下 ：A. 博彩公司的设立以及考量 ；B. 博彩公司的供应商 ；C. 博彩公司的业务逻辑 ；D. 博彩公司的重要部门的职能细分 ；E. 博彩公司与文体行业的联动。F. 后疫情时代的博彩公司业务方向调整及被公诉的电竞相关博彩案例。H. 博彩公司的一些趣闻。I. 总结以及一些想法。A-1 华人控制的线上博彩公司呢，基本上都会设立在菲律宾的马尼拉、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以及后疫情期间崛起的中东。这个视频呢，主要讲的是菲律宾。对于华人控制的博彩公司来说，选址最重要的考量依次是当地是否有明确反对博彩行业的法律，建立公司的成本，当地政府对于逃税以及洗钱的监管严苛程度，当地政府对于外资参与灰色行业的态度。 A-1 在这几个前提下呢，菲律宾脱颖而出，成为了华人成立博彩公司的首选。菲律宾国企 PACCO 跟卡加延省经济特区 CISA 负责监督所有线下赌场并发放离岸的网赌牌照。那么 PACCO 多有钱呢？菲律宾政府的前三收入来源分别为菲律宾国税局、 PACCO 以及菲律宾的海关。 PACCO 的全称呢为 Philippine Amusement and Gaming Corporation， 中文翻译就是菲律宾娱乐与博彩公司。从这点来看，菲律宾政府很明显是支持博彩行业的发展的。 A-1 马尼拉的人工成本呢，基本可以跟国内的北上广对标。当然了，博彩公司招的大多是中国人，在包吃包住的情况下，工资基本都在8000到2万不等。中国人的事儿呢比较少，虽然工资相对来说高点，但是至少不会像当地的人一样说罢工就罢工，说不干就不干。在这呢，我要回应一个传闻，是的，不少去过菲律宾的中国小孩都会被公司没收护照，你离职后才能拿回护照，前提是你的离开不会对公司的后续发展造成威胁。不信邪的可以试试硬着陆，公司上下班的班车分分钟把你丢到贫民窟，到那时你只有自求多福了。我认识的一个小兄弟呢，想回国，公司不让走，带着哭腔给我打电话说怕被扔到贫民窟，然后一枪被土方爆头。 A-1 听到上文我说的 PACCO， 大家都以为华人博彩公司都是给他们交钱并拿到牌照的，对吧？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严格意义上来说，95%以上华人的博彩公司在菲律宾当地都是不太合法的，因为 PACCO 和 CISA 在今年派发的离岸网牌赌照只有52张，但在马尼拉，大大小小的华人博彩公司少说几百甚至上千家，怎么可能满足得了这个需求呢？所以华人在当地做起了二道贩子。具体做法呢，就是华人找一个菲律宾当地已经持有离岸网牌赌照的博彩类公司，找政府呢批或者租一个楼，然后这个楼收来的租金华人和当地的公司各分一半，然后呢华人去华人圈子里面招博彩公司入住。对于新的博彩公司来说，只要你入住这栋楼，就可以免费的挂靠在那个合法的网赌牌照下面，大多时间 PACCO 和 CISA 是不会来找你麻烦的，大概就是这么玩的。下面我给大家看个图，这是 PACCO 每年对于每个博彩公司或者赌场的收费标准。粗略的计算了一下，牌照1400万一年，续费1000万一年，隐性费用还没算上哦。当然了，绝大多数的中小型华人博彩公司根本就不会交这个钱，他们每个月用来交租给自己的房东。小点的初创公司呢，大概每个月10到15万的租金就够了。一层楼有几个小公司，一栋楼怎么也有几十个上百个小公司吧。大点的公司就没有上限了，比如在国内一直被点的亚博，
一栋楼都是他们公司的，还给员工另外弄了几栋楼的员工宿舍。唉，咱中国人以为到国外就能逃脱房东的魔爪，想不到还是一个样哦。国外的月亮没有更圆呀。哇，至少东南亚的月亮没有更圆吧。 A1-4 免责声明，从这点开始我要再重申一次，这个视频没有给任何的非法公司打广告，我本人也没有鼓励大家触犯法律。既然观众老爷看得到， B 站和 YouTube 也看得到，网警更看得到。咱们继续，现在我们来谈谈博彩网站的建设吧。我本人呢也不是技术流，如果各位观众看到我在这一块的用词有不准确的，请见谅哦。从空白到建一个博彩网站的方式有两种，一个呢就是包网，一个呢就是完全自建。包网呢就是供应商的乙方基本上什么都有，你作为甲方套个皮上去就行。 A1-4-1 包网第一种，也最常见的就是皇冠的信誉网。所谓信誉网呢，就是 A 开了个网站， B 是 A 的朋友，A 邀请 B 来网站上赌，这种呢基本都是熟人之间的赌局啊。开战成本的话对于 A 来说倒是很便宜， A 作为个人每个月付5000给皇冠就行，从业务逻辑到结算都是皇冠来管， A 一个人也能开一个站。但这种呢风险也是最高的，因为 A 这类人通常都是肉身在国内的，很容易被抓的，也容易被牵扯到刑事案件中。业务核心呢是 A 作为网站的实际控制人和朋友 B 对赌，A 赢了 B 的100块，皇冠分10块， A 分到90块。 A 输给 B 的话呢，皇冠就赔10块， A 呢要赔给 B 90块。这种是网赌案件中最容易牵扯到现实生活的。假设 A 一直赢， B 一直输， B 和 A 之间呢就会有不可逆的不可调和的身体和心理上的矛盾，朋友肯定是做不成了。 A1-4-2 包网的第二种，这种包网呢比皇冠那种会高级一点，成本呢在一次性的100到200万之间，说白了就是初创的甲方什么技术都不太精通，但还想长期在海外做合法的博彩业务，所以他们需要乙方的 gaming solution， 也就是线上的博彩解决方案。著名的方案呢有平博对标荷兰的 Pinaco， KOK 以及球信网对标亚博，竞技宝和威克对标原本的牛竞技等等。其中平博呢虽然为后起之秀，但他们已经比荷兰的 Pinaco 做的业务好多了。另外提个有趣的，一年多前亚博逆向将业务输出到了英国，成立了亚博 Sports， 以新版的界面为英国的下注者提供服务。 A1-4-3 自建网站的成本就高多了，这类网站通常所有员工都肉身在海外。我大概讲一下这点，大概成本为自建网站的初期技术人工成本，加上租金费用，加上每月员工工资以及吃住费用，加上每月供应商费用，供应商呢包括数据公司和平台，第三方或者第N方支付公司，银行卡收卡以及下线代理等，加上用户每个月的返现费用，加上每个月网站的服务器维护费用，包括黑吃黑的保护费，加上竞品网站恶意的打水费等等。你反正要知道，自建网站相比于上面两种是初始成本最大的，下文的博彩网站示范全部出自于自建网站，具体的我在视频后面讲。 B-1就如其他行业的大多数公司一样，线上博彩公司是汇聚各方供应商的服务，再打包卖给押注的人，赚的呢就是那个流水的手续费。我知道有的人啊看到这点会有点愤世嫉俗，或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但至少大多情况是这样的。另一边呢，线上博彩公司又跟大多数的公司业务非常不同，因为他们不会给人们生活中带来任何便利，反而呢他们会带来灾难。我在这一点中尽我所能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些供应商的职能。B-1-1 供应商之一，博彩公司风控部的终端供应商是数据公司。数据公司的职能呢，就是寻找各大体育比赛、电竞比赛以及真人赌场的主办方购买数据。数据包括无延迟直播、队员裁判、球场天气信息等准确数据，通过各种的数学模型的计算后，再将这些赔率以及额外服务卖给线上的博彩公司。比较有名的独立数据公司有综合性质的 Sports Radar、电竞性质的 Grid、 真人性质的 Azure Gaming， 也就是 A 级真人。虽然名义上说的是终端供应商，但是不少博彩网站呢还是倾向于购买加工后的数据。好比于你去菜场买鱼，大多数人为了避免麻烦不会买还有鳞片的鱼，而花更多钱购买已经刮好鳞片的鱼。下面这一点我们会详说。 B-1-2 供应商之二，上文呢我们提到了独立数据公司，我提独立一词的原因主要是表明他们的数据都是他们自己收集的，而在这一点里我想描述的是已经加工过的二手数据公司或者平台。 B
比如二手数据公司 A 找到电竞数据公司 Grid 说，我想购买你们的服务，但是呢，我们还会分销给其他博彩网站。 Grid 说，好，我卖给你，但你分销给下游网站的钱我要分的哦。 A 同意了，然后交易达成。买到数据后， A 看着每天 Grid 给他提供的1000场电竞比赛的赔率后，自己精简了一下，只开800场给自己的下游博彩网站。没有开的那200场比赛呢，是 A 通过自己的经验判断可能会是假赛或者赛果不稳的比赛。所谓赛果不稳，就是可能会让博彩网站赔钱的比赛。分销二手数据的公司或者平台有各种自营盘口，沙巴体育、188体育、 IM 电竞、雷火电竞、 OB 体育、BBIN 体育、苹果体育、皇冠体育，还有不分销自家数据的 BAT365 和 BW 体育等。最后呢，是爬了 GGBAT 赔率的 VP Game 等。 B-1-3 供应商之三，第三方支付公司指的就是几年前还没有完善的微信支付、支付宝、 QQ 钱包、百度钱包等等。2017年还是2018年之前，国家对于这方面的监管还是比较松的，所以很多线上博彩网站也在那时利用监管的漏洞大肆敛财。在2018年国家的整治后，下注的人在博彩网站通过第三方充值的成功率明显就下降了，主要原因是 BAT 等公司对于公司账户的风控日趋严格，尤其是对于皮包公司注册三方支付渠道审核那就更严格了。大多博彩公司会去买国内已经废掉的公司，比如本来就想要注销的公司，法人或者实际控制人已经失联的公司，用农民作为法人开设的公司，这些公司呢都会有人手，你也大概能想到他们买这些公司去干嘛了。 B-1-4 供应商之四，所谓的 DN 方支付呢，就是把各种第三方支付的渠道整合到一起，再弄个自己的支付，通过走流水，DN 方支付公司通过和博彩公司达成一个百分比的手续费，来抽往博彩网站里充钱玩家的水。比如玩家 A 通过这个支付渠道往网站里充了100， A 在网站上显示到账的是100，但是网站呢实际上收到的只有98.5，也就是说供应商抽取了 1.5% 的充值手续费。 B-1-5 供应商之五，所谓的收银行卡，主要的卖方是法律意识比较淡薄的人，急需用钱的人。相信大家都看过三和大圣的纪录片吧，他们在纪录片中提到，只要他们走投无路时就会卖身份信息，指的就是卖身份证，用该身份证注册的银行卡若干张，用该身份证实名制的手机卡，这三件套是完整的一套个人信息。举个例子，三和大神先以几百到1000块卖给中介，中介加一倍卖给各种灰产，包括但不限于博彩、诈骗、色情、洗钱、注册皮包公司等。这个很好理解吧，博彩公司收卡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卡每天进进出出的流水太大，容易被金针和银行冻结，所以需要源源不断的银行卡来满足胃口。进一步说，要身份证和手机号码是为了弄银行卡的解冻。 B-1-6 供应商之六，下线代理，这个词就很好理解了。现在博彩公司大多下线代理都是网络主播，博彩网站从代理这里购买的就是推广网站的服务。他们有三种合作方式，代理每个月就拿一个固定的费用，代理每个月就拿负盈利的提成，代理每个月不但拿到一个固定的费用，还有拿负盈利的分成。说完这一大点，相信你大概也了解了博彩网站的一部分支出都在哪儿了吧。 C-1 博彩公司的主要业务逻辑呢，就是靠抽水，当然在内卷的情况下，各式各样的玩法层出不穷，下面听我慢慢道来。 C-1-1 逻辑一，抽水的逻辑实际上非常简单，一场比赛赔率不开满，而且在没有假赛发生的情况下，只要玩家下注，公司通过调整水位以及调整单口的下注额度，就能尽量保证不亏。注意用词啊，我说的是不亏。 C-1-2 逻辑二，如果有可疑下注入站，风控部的同事又表示对这场比赛的信心不足，网站能做的呢就是出货。出货呢就是只拿着可疑玩家刚下注的钱去其他的竞品网站下注，这样呢就可以减少本身网站亏钱的风险。 C-1-3 逻辑三，只要网站每天提供的比赛盘口够多，来网站下注的玩家呢又够多，网站在某些比赛上盘口亏钱是无所谓的，只要网站能保证一天总体的产出是盈利的，在某些比赛上输一些给玩家又如何。假设在某场电竞的比赛盘口上网站亏了20万，但是呢在体育盘口上网站赚了100万，如果网站现在就杀掉那些赢20万的下注者，可能这些人以后再也不会来网站玩了，但我如果结算给他，他以后还会继续在我这玩，
只要他玩，并且他不是有内部消息的人，我少赚点怎么了？总结一句话，我不怕你赢，我怕的是你收手不玩了。 C-1-4 逻辑四，大多博彩网站呢是一杯流水可以提款，这个意思呢就是你存一百万，你要赢够一百万才能提在账户上的两百万。我给大家举个例吧，玩家 A 在网站存入了一百万，然后他赢啊赢，赢到账户上有本金加上盈利，总共两百万了。照理 A 是可以提款了，对吧？但网站输不起啊，想搞 A， 让 A 要十倍流水才能提款。A 就询问网站，网站回复说：“我们没有不让你提款啊，你再多走点流水，我们就让你提啊。”急着想走够流水的 A 呢就越压越输，越输越大，从两百万输到只剩下一开始的一百万本金了。A 急了，千辛万苦联系到了网站的工作人员，求着说：“哎，帮帮忙吧，你们不能这样对我。”网站工作人员想了一下以后，回复说：“行，我保你能把钱给提出来，三七可以吗？” A 天真的问：“谁三？”工作人员说：“运营风控二，财务二，网站三，你三。” A 心里委屈啊，但委屈有什么用啊？拒绝的话就一分钱都不让你提。 A 心里安慰自己：“哎，我至少还有三十万吧，至少没有把老本给输光吧。”过了15分钟，三十万到 A 的银行卡上了。两天后 A 发现卡上的三十万被冻结了。 A 着急着买车啊，要不然女友就不跟他订婚了。他焦急着打电话去银行，银行小姐正在回复说：“哎呀，这个钱是经侦要求冻的，我们也没有权限要求解冻，您要带身份证去一趟当地的派出所哦。” A 忐忑不安的去了当地的派出所，经侦回复说：“哎，我们怀疑您的账户被不法分子用作洗钱，您要先留下个人信息协助我们查案。” A 问：“但是这钱真的是我的，我急用这个钱。”金珍说：“那您能描述一下这三十万怎么来的吗？我们看了前一段时间您还有一百万的支出，我们觉得这个流水呢不是太正常。”由于 A 在互联网大厂工作，怕丢了工作，他也不敢说他是网赌被坑了吧，他就嘴硬说：“那你们查吧。”两年后，公安宣布破获一起跨境的网络赌博大案， A 卡上的钱也解冻了，但由于通货膨胀， A 的三十万的购买力只剩下了25.8万，女朋友也跟别人跑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虽然赌博是不好，但是还是比你用一百万去组个电竞俱乐部好，因为两年后你的一百万会一分钱都回不了本。不但这样，队员还在微博上挂你说你拖欠工资。你反过来一想，为什么我一个985学历的人要被几个高中都没读完的小孩管？那就对了，因为这就是生活。 C-1-5 逻辑五，杀赢不杀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同一场比赛上，网站结算输钱的玩家，但是不结算赢钱的玩家，就是不管你玩家怎么赢，网站总能让你输。 C-1-6 逻辑六，做大做强自营盘口并分销，从数据公司那儿买数据，雇佣额外的团队对所有盘口进行微操，然后将加工过的数据和盘口卖给其他网站，并收取每月固定的服务以及提成费用。著名的案例有平博体育、雷火电竞、188体育等。这点也差不多说完了。其实网站能赢玩家钱的方式真的很多，因为网站的退路够多，只要玩家的钱在网站的手上，怎么解释都是博彩网站对。 D-1 博彩网站最重要的几个部门为运营和风控部、代理部、财务部以及人事部。我在下面会给大家讲讲每个部门的人都负责些什么吧。 D-1每个网站的运营模式不同，但是大部分呢还是大同小异的。运营和风控部的人通常会联动工作，风控部门呢负责监控实时的异常下注，然后通报给运营部，运营部负责标记异常下注和账户，并通过调整水位以及单注投注额来影响赔率的走向。大家口中所谓的操盘手啊，其实就是运营部门内被风控部推着走的人。你可以理解为风控部是你的脑，而运营部就是考虑过后你用来按鼠标的手。其实有时两个部门的工作是重叠的，当然了，风控部决定是否给某场比赛出款，其实还是挺重要的一个部门。运营部和风控部有一部分的职责还是为网站确定业务的发展方向，毕竟他们看的下注量都是一手数据。 D-1-2 代理部呢是最需要情商和人际关系的一个部门，可以全职在海外，也可以兼职在国内。他们的工作呢，就是每天不停挖掘下线的代理以及转化小白来网站玩。在现在这个年代的体现，就是他们潜伏在各个主播的社交群里面陪聊，并做到最终转化。但他们呢，比较容易被抓，尤其是频繁的回国记录以及肉身在国内的朋友们。但多说一句啊，被抓的基本都是太高调了。
著名被公诉的案例有 CSGO 圈的 Jalen 半仙， LOL 圈的山尼诺， Dota 2圈的很多人。 D-1-2-1 由于代理这个词的敏感，博彩网站开始使用合营计划这类被美化过的词。不少网站声称能给到代理 55% 的佣金，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迷惑性的词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A 是代理， B 是玩家， B 在这 A 输了100，你猜 A 能从网站分多少？55块吗？当然不是，正确的计算方式为100减去18，这18块是要给数据公司和平台的分成，再减去2块，这是支付公司的手续费，再减去10块，这是玩家充值的返现费，然后呢就是70块，这个70块呢再乘以55%，大概就是38.5块。38.5块还是我比较乐观估计的数字，还有很多杂项费都没算呢。D-1-3财务部这个部门呢就非常关键了，必须要在黑产、灰产、白产都有很好的人际关系。D-1-3-1，我们先说他们对于白色产业的需求吧。这个部门呢必须手上要有很多 DN 方支付的公司资源，因为没有这些支付公司，玩家就少了一个重要的充值渠道，你钱都进不来，他们还做个屁的博彩公司。通常呢他们先会联系支付公司，询问每笔充值的费率是多少，用的是什么接口，然后支付公司反问你们是做啥的呀，财务部就会说我们是做购物网站的。哎，你们别笑啊，这是真的，因为说做博彩的大多数支付公司都不会理你，现在这个年代没有几个人愿意明着以身试法的。财务呢找技术团队，再去找人搭个皮包的购物网站，有的玩家在充值的时候会发现跳进购物网站，那你不必大惊小怪，然后点某些特定商品凑出来一个价格然后下单。当你在网上看到很多购物网站运营很多年但仍没有起色后，你或许可以问一下自己，他们到底是做洗钱的还是做博彩的。 D-1-3-2，再说灰产，这个无非就是要财务部认识很多不良中介，并让他们帮着收个人三件套和公司全套了。通常中介会找类似和三和大神或者村里面的农民来收卡，一般来说都是一个村一个村收的。三件套我们在上文已经说过了，就是身份证、银行卡邮盾和手机号。收过来的银行卡呢要分成两套，一套干净的，一套脏的。脏的呢就是用来收玩家的充值款和给玩家以及代理出款的，干净的呢就是公司用来做日常运营以及给员工发工资的卡。这里说一句啊，这几年不少农民学会了黑吃黑啊，只要发现自己账户上有钱了立刻挂失，然后办新卡取钱。博彩网站能干嘛？报警吗？还是想冲到人家村子里面讨个公道？你觉得广东、广西、福建、湖南、贵州、河南、东北、云南的村民会怕你？开什么玩笑。 D-1-3-3， 再说黑产吧，充值和出款前面我们都概括了，更重要的一步就是洗啦，但这个呢在视频里还真不能说，见谅哦。只能说一句，洗钱和逃税这都是重大的经济犯罪了，我想劝告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D-1-4 人事部，这个部门呢主要职责就是不断的骗小孩去马尼拉上班，并尽量呢不要让他们轻易离开。我概括一下他们的招人逻辑，就是客服虽然是外包，但尽量还是找厂妹，厂妹听话，工资要的还不高。运营要招本身自己就喜欢赌的，会观察赔率的，更要热爱电竞和体育的，有直播平台的从业经历是最佳的。财务呢就是要社会关系很深的，无论是国内还是菲律宾的。风控最好就是招本身就是电竞或者体育行业的人，可以是教练、领队、分析师，也可以是队员或者主播，一定要对比赛本身和数字非常敏感，最好是有内部消息的人。市场部呢要上得了台面，学历好的人，会英语是最佳的，沟通能力呢很重要。代理部呢就是要招喜欢和人聊天的，脸皮厚者为佳。在这我也把博彩公司重要部门的职能都分析完毕了，您三连了吗？1-1，博彩行业这类产业对于文化行业、体育行业、电竞行业以及慈善的渗透本来就很严重。我给大家分析几个比较有代表的案例。1-1，欧宝娱乐宣布中国台湾歌手张信哲将正式出任其品牌宣传大使。我是在 YouTube 时看到这个广告的，我第一反应就是您也一把年纪了想什么呢。1-1-2，2012年夏天DAFABET 大发宣布启动最新项目 DAFADOS， 也就是大发模特，主要是让更多的美女为网站拍摄宣传片以及照片，进一步扩大网站的知名度。但据内部消息透露，在那时充值所有500万级别以上的 VIP 用户都会被邀请到公海上的游轮上与这些美女们寻欢作乐。1-1-3，2019年年底
中国台湾、中国大陆以及菲律宾等地有多家成人制片工作室开始拍摄成人片，而他们的特约赞助或者出资方无一例外的都是博彩公司，比如亚博、澳门金沙赌场等。大猫再多说一句啊，这也是一种极致的内卷了。以前博彩的市场部只要在大型体育比赛投个广告就行，现在呢，因为竞品越来越多，而国内的政策呢也日趋严格，网站为了要让更多人看见自己的品牌，都开始亲自下场拍 AV 了。一杠一杠四，大概五六年前，除了控制 YY 并已经上市的欢聚时代，国内基本上所有的直播平台都在苦苦支撑着高昂的带宽费。除了必要签一些大主播外，所剩能在赛事内容上的投入根本没有多少，更不要说去买一些报价高昂的赛事内容了。电竞赛事的直播版权也就是这两三年才涨起来的，源头呢就是动视暴雪贪得无厌，每年呢要问退去要2亿，守望先锋联赛呢你又办不好，然后腾讯想，总不见得你守望先锋和使命召唤联赛比我英雄联盟联赛跟 S 赛更值钱吧，顶尖电竞赛事的定价权总要我腾讯来拍板的吧，那无非就是找已经上市的 B 站、虎牙、斗鱼来倒腾，反正这三家的大股东都是腾讯，投票权呢和财务权腾讯也控着。无论是虎牙20亿拿下5年 LPL 的独家版权，还是 B 站花8亿拿下3年 S 赛的独家版权，说到底他们最后都是会分销给其他两家的，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垄断直播权的问题的啊。然后腾讯的电竞赛事价值也上去了，三家直播平台呢也吸了流量， B 站呢也开始布局他们的直播板块。 Well， 布局的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我们知道的是股价和市值在今年年度的第一季度都是 B 站的历史新高，但是反观虎牙和斗鱼就比较惨了。这两天高盛呢判断中国直播平台的增长速度会每年都放缓，两家的股价也被做空一半了。还有即使版权费上升这么多，我也没觉得国内外电竞赛事的直转播制作水平有上升多少，十三四年前美国电视台就开始制作 CGS 的比赛了，效果也就那样，至于几个亿、几十个亿、几百个亿，永远都是赛事品牌的溢价。以后电竞赛事的版权费如果再涨的话，各位就等着付费看直播平台的 S 赛和 CSGO Major 吧。扯远了啊，我想说的是，以前当直播平台没有上市的时候，会有博彩公司主动提议为直播平台购买非独家的体育赛事版权。作为交换呢，该直播平台得让这些博彩公司的代理在该直播平台上畅通无阻的推单。以前做到极致的时候，万博还是哪家台子嫌弃章鱼 TV 的主播推单不够给力时，所以万博干脆就自己做了个直播平台叫乐虎直播，现在又换了个皮叫可乐直播，只允许自家的代理播比赛，然后观众纷纷称赞这些直播又清晰又快。废话，那是博彩公司直接从数据公司那购买的直播流，能不快能不清晰吗？Netflix 呢，在2019年年初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最大的竞争者不是 HBO 或者 Hulu， 而是堡垒之夜。如果博彩公司在多年前就开始布局投资做体育类的直播平台的话，根本就没有乐视和苏宁啥事了。举这个例子的原因是想让大家知道，你做公司最大的竞争者不一定是这个行业内的。一杠一杠五，今年年初人人影视被打掉，然后国内看海外剧的地方基本只剩下各大视频平台了，比如爱奇艺、腾讯视频等，国内各大没有被搞的字幕组基本上也都低调做人了。但是大家要明白，用爱发电这个模式对于字幕组是不可持续的，而且随着中美两国在贸易战谈判的深入，像知识产权这类东西美国人肯定会放在台面上说的，所以中国警方肯定要做点动作响应的，也给美国人看一点成果。他人人影视呢也算比较良心的了，他接的是什么医美的广告，其实说句实话，医美这个玩意儿也不算什么正规产业，因为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他们赚的不单单是女人整容的钱哦。以前呢，博彩公司投放广撒鱼的广告基本都只去弄日本的 AV 片源，然后加个片头和水印在 AV 上就行，比如大家都听过的澳门首家线上赌场上线啦。但现在随着国内很多字幕组都被敲打过，这帮肉身身处国内的字幕组的人也不敢干啥了。那么对接博彩公司原本做 AV 片源的那帮人，现在也开始做海外影视的片源压制和字幕了。我写稿的这天10月30号，昨天流出的某日本恐怖片就是博彩公司的供应商制作的片源和字幕。言简意赅的说，以后正规影视也会有博彩的广告了，
他们这类字幕组搞定片源，制作字幕，加上个博彩公司的广告和水印，做成种子，在种子里呢也给你留个博彩网站的注册链接，放到各个论坛上，论坛给个短链接，让下载的人再看一个广告，才能下到种子。以前更狠的方法还有在种子里放有恶意盗号木马，所谓吃人就是要把你骨头都吃干净。只要国内对于影视审核的年龄分级制度一天不出台，广电对什么能播什么不能播不明确的话，这类灰产就永远存在。你看片子的人不想看这类广告也得看，因为当你非法下载电影时，你看的也会是非法产业的广告。大家要明白，黄赌毒永远是不分家的。1-6，2018年，台湾人在菲律宾建立的博彩数据公司宝盈，他们启动了自己的慈善基金，名为 TGB 慈善基金。他们花钱资助过 DJ 制作音乐，花钱种过树，花钱捐助过食物，花钱捐助过教育，还呼吁大家关注水污染。您乍一听是不是觉得这家公司也不是太坏啊？那主要是菲律宾政府针对洗钱越来越严，他们公司的客户呢又大多数来自菲律宾，他们不得不做这个慈善基金，目的就是要把钱顺利的给洗出来。1-7，大概是2017年年初，天楼的几个小孩在跟俱乐部闹矛盾，博彩公司呢也知道了这个事情，游进去呢就找到我说想把天路搞到菲律宾去。我问啥待遇，他们答队员基础工资50000，直播奖金另算，奖金另算，盘口奖金另算，吃住行玩全包，去哪儿都是 limo 接送，马尼拉每个赌场里面的荷官只要队员看上了都可以让他们带回家。另外呢，他们还想跟大发学，还想给队员建个别墅，因为2014年还是2015年，大发也给 Fnatic 在马尼拉建了个别墅。我一点都不怀疑当时的牛津机有能力做到这些，因为在2017年时，他们的体育板块每日玩家的充值数额大概在500万。他们做这个事完全想要让同行明白最牛逼的是谁，因为作为华人博彩公司，能把中国第一接到马尼拉，并以自己公司的名字去征战 CSGO， 没比这个更好的广告了。但最后呢，还是谈崩了，原因是队员不想在海外，工资再高都不去，主要是吃不惯当地的食物和不懂当地的风土人情。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会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啊！其实这一点有太多可以讲了，但我就给大家一个大概的概念。毕竟啊，文体啊，电竞啊，慈善啊，和博彩行业还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F-1，去年年初新冠爆发，各国政府的财政收紧，菲律宾呢也不例外。上文提到过的 PACCO 也联合菲律宾政府给当地的博彩公司施压。我在下面给大家讲讲这些压力会对亚洲线上博彩行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并最终导致博彩公司做哪些业务调整。F-1，去年起，菲律宾反洗钱委员会 AMLC 将矛头直指两家持有离岸博彩执照的公司，指责他们逃避常规的财务审查，所以督促 PACCO 应该吊销他们的博彩执照。这个事情的逻辑实际上很简单，只要政府财政不好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严查灰产和黑产。菲律宾作为全球洗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博彩行业肯定是洗钱泛滥的地方，所以这些公司以后可能会从菲律宾撤出而转移到其他国家。毕竟在菲律宾，合法持有离岸牌照的公司已经从2016年的60多家掉到了2021年的36家，转到哪儿呢？应该是阿联酋的迪拜。F-1-2，今年9月23号，菲律宾铁腕总统杜特地签署了共和国法案11590号。此法案呢，意在加强对离岸博彩公司的税收，并用多收的税来对抗日趋严重的疫情。法案具体的实施就是要向持有离岸博彩公司执照收入他们总收入的5%的税，并责令他们必须为员工多交25%的预扣税。这个法案本来去年年底就要签署，结果到今年才最终落地，可想而知这个法案对行业的打击性可以说是毁灭的。概念很简单，我华人出国做博彩就是来赚钱的，你还要让我来跟你一起对抗疫情，这不有病吗？ F-1-3，上文我说过，从17年起，我国对第三方和 DN 方的支付管控就愈加严格。然后19年开始，银行在警方的要求下，对于用户账户的流水管控也越来越严格。说白了，到将来的某一个时间点，亚洲博彩公司的现金充值渠道会基本毁灭。如果数字人民币在不远的未来被运用，那么只剩下一个渠道来充值了，那就是虚拟货币。大家是否记得在2017年年末，数字人民币的消息一经公布，比特币就大涨。暴涨的原因不是很多人认为的数字人民币等于虚拟货币的概念，而是只要数字人民币被广泛运用，那么洗钱呢就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具有隐匿属性的虚拟货币在未来的灰产和黑产会越来越重要，所以越来越多人会去投资虚拟货币。
你一个普通上班族可能一辈子都接触不到灰色和黑色产业，你投资虚拟币干个啥？ F1-4 博彩公司以后可能会跟温州人一样去迪拜炒房，当然了，这是我猜的。总体来说啊，无论是菲律宾、柬埔寨还是中国，对于网赌的监管会越来越严格，所以对于博彩公司来说，下一个地点可能就真的是迪拜了。G-1这一点呢，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几个在国内已经被公诉的也和电竞有关的案例，我会告诉大家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并分析他们为什么会被抓。鲁0323刑初37号，被告人吴某某，曾用名吴家称，男，1993年12月6日出生于云南省，布朗族。大环境是去年下半年全国警察都在逮亚伯的代理，他若身在国内被抓也不奇怪。半仙开设赌场罪，非法获利2000万，说白了他给亚伯赚了6000万呗。亚伯给他和他的下线分了2000万元，受害人2000多人，这个重点呢是在他非法获利超过5000元，组织的人数呢超过120人，赌资呢明显超过30万元。大家可能会问啊，为什么非法获利2000万才判4年？原因可能是警察已经追回大多数的赃款，而且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也比较好。2000万呢在网赌里又是个不大不小的数额，但不置可否的是犯罪情节是严重的，因为被判了3年以上，在开设赌场罪里面只要判3年以上的基本都是情节严重的。大猫想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因为来钱快就去做博彩网站的下线代理，尤其是你身处国内时，尤其是你代理的那个网站都没有合法的牌照时，尤其是你作为公众人物时，尤其是你作为公众人物的朋友时，尤其是很多人想你死的时候，尤其是你坑了这么多生意伙伴时，尤其是你这么高调时，尤其是你的生产资料只有 QQ 群时，尤其是你还喜欢吸毒和蹦迪时，尤其是你这么爱慕虚荣时，别以为你是少数民族就不抓你了。说点花边呢，他曾问我们队的老队长 Zeus 打不打假赛， Zeus 看他像看傻逼一样的，不过他呢做对了一件事情，没有把自己的朋友吐出来，要不然中国 CSGO 就没了。这话呢其实我说的也不够准确，本来就没了嘛。G-1-210月19日，六安市以涉嫌开设赌场罪依法对王某某等24人提起公诉。这个案件我们了解的情况还不够多，不过事件大概的流程是，王某跟蒋某本来就认识雷竞技，提议雷竞技一起做一个比赛叫 Asian Dota 2 Gold Occupation Competition。 这帮人呢也没啥文化，他们想表达的比赛的中文名应该是 Dota 2亚洲黄金联赛，但是呢英语却被他们翻译成了亚洲 Dota 2侵占金子竞赛，正确的翻译应该是 Dota 2 Asia Golden Series。 要做这么个联赛，所以蒋和王呢就提议雷竞技帮他们开这个比赛的盘口，雷竞技将比赛开在了自营盘口上，奖金不用出，因为参赛的9个队伍都是他们的人，5×9=45人，但是呢资料只公布了涉案24人，也就是说大概20个人的4个队伍扮演了9个队伍，雷竞技负责开盘，两人负责下注，两人负责打点雷竞技，20人负责演出。这个套路无非就是根据雷竞技工作人员提供的散户下注信息而去杀散户。根据网上提供的信息，一共盈利1000多万。从2019年6月24号到2020年3月12号的9个月中，他们大概做了11个赛季这样的比赛。每次比赛，小组赛36个BO3，季后赛10个BO3，大概46个BO3，来回11次，大概赚了1000多万。我们按照1100万方便计算，每次比赛赚100万，每个 BO3盈利21000。朋友们想什么呢？一天赚61000，煮饭分30000，20名队员每天每人分1500，一个月有14个比赛日，所以队员每人每个月分21000，冒着坐牢的风险才赚21000，那你们还他妈不如认认真真的打职业呢。我听说这次从犯里不少都是小孩，你说年纪轻轻已经有污点，这一辈子咋办？是你们喜欢 Dota 2的女朋友每个月都要买包还是啥？听我的，喜欢 Dota 2的姑娘只适合一种包，豆沙包。我原本以为这个案子会以诈骗罪公诉，想不到还是开设赌场罪。也就是说，检察机关把这几个下注的人当成了雷竞技的代理，把选手呢当成了子代理来判。 H-1 在这里我会给大家讲一点博彩公司的趣闻，感兴趣的呢可以听下去。 H-1-1 2018年4月左右，央视讲网赌的时候点了牛竞技，在马尼拉的他们马上慌了，但不想损失积累了这么久的用户，所以就给用户一个月时间提款，然后在几天内就换了个皮，改名竞技宝继续运营。之所以马上改名并上线新网站的原因，是因为世界杯6月就要开始了，而世界杯、欧洲杯这种体量的比赛基本人人都赌，
无论平时看球不看球的人，而且基本是个博彩网站都能赚钱，赚的少的网站一个世界杯几千万，多点的大概能在2-10亿左右。 H1-22020年10月21号，英属维京群岛的金融服务委员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做出公开声明，亚博体育的国际版 Yabo Sports 从未在维京群岛注册，也不是一个在维京群岛的合法实体。这也是第一次有政府性质的部门公开澄清亚洲博彩网站乱往自己身上贴标签，说自己有这个网赌牌照，有那个网赌牌照，其实大多数网站都是没有牌照的。搞笑的是，声明发出的5个月前，也就是2020年5月份，亚博就已经拿到了英国本国博彩委员会的牌照了，前提是亚博和 TGP Europe Limited 这家工作成为合作伙伴了。 Well, 可以说是交保护费了吧。 TGP Europe 的牌照下还有一些大名鼎鼎的网站台子，比如放八八、九鼎以及同乐城，但是呢，在菲律宾所属的政府机构中，我还是没有看到亚博有 Pacco 或者 CISA 的合法赌牌，即使他们以前在网上声称他们是有菲律宾牌照的。 H1-3 2016年10月13号， Crown Casino 也就是皇冠赌场，他们是澳洲最大的公司之一，在中国呢，他们的几个常驻员工被警察抓了，他们自己呢也知道为什么会被抓，主要是他们老以旅游的名义带中国的富豪去澳洲豪赌。在消息放出来的几天内，皇冠赌场的股票跌了 20%， 市值损失了10亿美元。之前我还做 CS 比赛的时候，我们有个解说就是澳洲的，他告诉我你们中国人是真有钱。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他之前在墨尔本赌场里面端盘子，看到中国的 Wells 只要觉得风水不够好，就自己出钱把那个 VIP 室再重新装修一遍。 Wells 一般只在赌场里面出手阔绰的好赌客。 H1-5 某博彩公司曾在伦敦交易所 LSE 上市，然后没到一年又立刻退市，原因是真的太赚钱了，而且上市的话还要披露财报和业务明细以及未来的动向，所以干脆又私有化了，反正呢就是不给散户赚钱。 H1-6 斯诺克世锦赛在国内的直播权几乎都是 CCTV5 的，但搞笑的事情来了，尽管自己的同事 CCTV2 财经频道时不时就报道网络赌博的危害，但 CCTV5 直播的斯诺克世锦赛基本每一届都有博彩公司的广告。这还不够， CCTV 的英文网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里面写道，有 2.1 亿的中国人收看了2016年斯诺克的世锦赛，配了个图，选手背后就是博彩公司 Betfred 的广告。据说 CCTV5 也跟主办方世界台联抗议过，但没用啊，人家穷啊，不接博彩广告奖金都没，还办啥比赛。I 视频的主要内容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大猫在视频中不断提到了网络博彩的风险和危害，这个视频虽然提到了很多博彩公司的名字，但目的呢终究是科普，让大家不要冒着损失财产和失去自由的风险去参与赌博和组织赌博。参与赌博你会输钱，组织赌博在公诉里你就是1-10年的刑期。视频最后我也放了一些有趣的图。我是大猫，大猫看电竞争取做最专业的电竞商业频道，给个3连吧，大家再见。